我天山派身在武林，又是佛门弟子，必须要阻止这场大难。若因儿女私情坏了大计，你有何面目面对师母，面对你自己的良心？ 马姐姐，男人在外边再多的花花肠子，你是正房夫人，要拿出些气度来。有些事情就不用去计较，我理会了。康儿，额娘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咱们就好生的抚养这两个孩子，将来。 加官进爵，他额娘在天之灵也会安息的。